过去我对这个工作卫生这一块呀，了解的很少，主要是停留在这个公共场所的这种卫生，所以是有这么一个因缘，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啊学习和了解这个公共卫生的这样的一次机会。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公共卫生跟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关系，对我们个人来说也好，还是对这个社会来说也好，有这么重大的关系。但通过这两天，看了一些资料，当然也包括这个曾老师啊，你的这个文章啊，访谈啊，也了解了一下。所以感觉公共卫生的这个事业啊，真的也是很伟大，而且呢，对这个社会以及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呢？因为公共卫生它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就是要建设一个人人都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尤其是随着我们中国社会的这个发展，经济的发展，过去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人，更多关注的是一种财富，是经济发展，但是呢，对健康这一方面，确实是被大家给忽略了，那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呢，就是这个社会的健康。公众的健康以及每个人的健康，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必将它会成为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公共卫生所关注的这个问题，和佛教它对这个社会的这个关心的问题呀、其实呢，我想它是一致的，因为佛教事实上它最终的目的，它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能够建立一个人人健康的社会，建立一片净土。所以通过这两天的了解啊，让我对这个话题这样的一个谈话，会也是很有兴趣的。非常感谢大师啊，事先还这么关注我们卫生，事先还看了不少东西。你看您的名字季群呐、我们公共卫生啊，讲的就是什么公众、公共、公众，首先讲的是群体健康，是吧？您季群呢，是吧？一定是要用佛教的智慧，使大众，是吧，能够从中受益的，你看，跟您的话有相似的一个名字，济公，是吧？也是都和公共卫生和公共都能够联系到一起啊，是吧？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也许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或是老师给你起的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意识到这儿了。但是的话呢，在我看里头，就和我们公共卫生很有缘分，是吧？就跟我谈这个。实际上，这个公共卫生的话呢，它是这样的。我先说，我这公共卫生的话呢，相对于佛教，我们非常年轻。我们有了公共卫生这名词才200多年，是吧？有佛教的话是2000多年了吧，对吧？就200多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从事这么一个小小专业，要像就有2000多年的这个佛教的话呢，一定可以请益，是吧？通过我们的沟通，我相信我能获得很大的收益。公共卫生实践它的本意啊，它是从这个国外翻译过来的。那原来的那个叫 public health 就是公众，是吧？何是公共的，何是公众的？health 的话应该是健康，它的本意呢是公众健康。可是为什么翻到中国叫公共卫生呢？那跟这时代发展有关系。公众健康是个太大的话题。你经济没发展到那里的，医学没发展到那，人的意识没发展到那，你想社会上想承担起公众健康是不容易的。
但是可以优先做点什么事儿，就是影响社会的问题，因为健康影响社会的问题。你比如传染病流行，是吧？要不我说这个进群呢，这些我们都叫群体事件，是吧？影响他家家户户的，比如说大气污染，又影响到每个人的问题了，是吧？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挺多的，或者说是儿童的营养影响到整个儿童的问题，是吧？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有些人患大众共同暴露的一些危险因素，所以一抓的就是抓群体的事儿。抓群体的事儿呢，它只能命名为公共卫生更好，但是在国外的话呢，这两个名词是不分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从这儿来的。过去的话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人有的社会就有公共卫生的问题，可是过去的话呢，人没有这种意识，只是说是给每个个体看病，是吧？没有想到怎么解决群体的问题。解决群体的问题呢，过去只有什么呀，是吧？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县官啊，是吧？他管全县的政治，是吧？还管司法，还管些什么？可谁管老百姓的健康呢？好像都交给医生了。但是医生的话呢，可以给个人看病，给大伙这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的话是没人管的。只是近200年才形成了这个学科。啊，大概我觉得我们这个历史的话呢，就是非常短，非常短，是吧？我想从这个学科的建设来说，虽然在这个时间上有古老，有年轻，但事实上呢，因为这个学科关注的这些问题，在人类社会啊，它始终都存在。只不过是说，在过去的社会呢，可能它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关注。比如说像佛教呢，也是属于一个社会性的，关注社会大众的这样一种信仰。它的存在的这个世间的它的本华呀，是要普度众生，而不是普度某一个人。在这个关注的这个对象上，在视野上，它是有相同的地方，都是要关心社会大众。那我想呢，作为今天的公共卫生，它是立足于西方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它对这个公共的卫生和公众的健康有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但我想作为佛教呢，它在这个2000多年的流传的过程中，它也有它关注的一个视角。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说到这个公共卫生，它会不会比较偏向它是一个从西方兴起的一个西方社会兴起的一个学科。那么作为我们东方文化呢，这个从这个东方的这个传统文化，不管是儒家文化也好，还是这个佛教文化也好，这个还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社会也好，它应该也有它的这样的一些关注点。对这个公众健康问题啊，他的一些关注的视角，那我想这样的一些交流啊，事实上呢，它是很有价值的。大师谈的非常对，是吧？就有一些的话呢，正如这个佛教是产生于印度，是吧？但是我觉得发展是在中国得到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最好的一个传承。公共卫生的话呢，它是个全球性的。现在还是全球方向未来，但公共卫生问题的公共卫生的发展很特殊，它是随着问题发展，哪个时代出现什么问题，公共卫生就要做什么样的事，它的理论方法都是为了解决这个实际问题的，是吧？有一些是人类共同的问题，有一些中国特有的问题。你比如说吧，人类过去的话，那时候在的话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结束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人的希望寿命也就40多岁，普遍的话，那比如说传染病啊，这问题是普遍的问题。我那时候人的话呢，因为传染病，因为营养不良，是吧？因为这个就是这个难产了，
是吧？因为心神破伤风，是吧？就一类的话，就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是吧？就影响了他的寿命。所以那时候公共卫生的话呢，的发展主要是针对这些问题的。这些问题的话呢，可以说是这样，在西方国家最早摆脱了这些问题了。这些问题不是不存在，但是它可能是因为希望寿命延长了嘛，是吧？它有一些新的问题，是吧？它希望长寿。是吧？那么长寿的问题，人活得长，过去人活得短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什么心脏病啊、癌症啊、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问题都不成问题，在哪儿？人们活不了那么长，是吧？没到那么长他就去世了。现在人活得越长，这些问题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在中国来讲的话呢，它可以这么说，它既不像这个有些。不发达的国家现在还是传染病营养不良为主，也不像这个西方国家，是吧？它是很平稳的，从传染病为主过渡到这个慢性病为主了，它不是这样的。中国为什么它是这个社会发展，中国社会进步的非常快，是吧？就在我这个年龄，我年轻的时候还吃不饱肚子呢，那都要粮票啊，是吧？那时候是能够吃饱饭，那时候就老百姓得很高兴啊，好像中国社会的一转型突然发展得很快，好像大家突然一下都全吃饱了，不但吃饱了，他也住好了，住的房间是吧，也都是告别了过去那个北京那个四合院啊，是吧？是吧？几十家共有一个公共厕所呀，是吧？那个三代同堂就是住一间两间房子呀，是吧？都告别。就是，而且现在的一下子在哪？就这代人的话呢，一下子突然是由的话，营养不良、吃不饱，变得一下变成营养过剩了。这个在全世界很少有。你说为什么中国糖尿病上升那么快啊？一下上升的话，就是从80年代到现在上升了20倍，是吧？就是这样的人，体质的人，突然一些，他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不是，你看西方国家，他那胖的多，但是他糖尿病比我们少。是吧？或者中国它有中国的问题。另外，现在中国的话，你说随着这个工业化、城镇化，是吧？还有国际化，从这个人口流动、国际来往，各种各样的新的问题就来了，是吧？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化，这性病就艾滋病就来了，是不是？一些随着工业化，是吧？我们忽略了环保。大气污染、水土、水，是吧？这个土壤的污染，是吧？这些对人的健康的危险因素就来了。随着信息化，是吧？人的话反而变得脆弱了，心理性疾病开始流行的，是吧？因为我们也经历过这个恐癌症，不是艾滋病的人，他非怀疑自己是艾滋病不可，这都是我经历过的，我经历处理的，所以人心理的话就变得脆弱了。可这些问题在过去没有。所以公共卫生的话，它怎么？它是总是面对着新的问题来解决问题。所以现在我可以这么说，要做公共卫生，在中国是最好的地方，是吧？这也是我的工作。对，啊，就是从这个曾老师的这个谈话，我看就是说，这个公共卫生的产生，跟这个社会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对，从西方社会的发展。我们过去有很多这些瘟疫，解决瘟疫问题，然后到解决这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应该说也是从身体的问题，然后到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呢出现的是人的心理问题。目前这个学科它关注什么问题？它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我们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这个点呢，事实上呢，它是立足于当下，它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来决定我们这个学科它的关注点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对一个学科的了解啊，这个学科它所涵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哪些内容？
我想呢，应该说这个公众卫生它，事实上它应该是一种手段，然后呢，公众健康应该是一个目的。不知道我理解了对不对？通过对这个公共卫生的这样的一个学科，这样的一个公共卫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然后最终能够达到整个社会人人享有这种健康的社会，这是一个目的。我觉得您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实践公共卫生这个世界的公共卫生的定义了，它的宗旨是什么？它主要任务是什么？公共卫生啊，是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名词。我为什么说它奇怪的名词啊？公共卫生家喻户晓，好像人人都知道，是吧？你说老百姓的话呢，看着公共卫生这个四个字儿，最多的是公共卫生间，是吧？那公共卫生间在给公共卫生做广告啊，是吧？到处都是。你说要来一个，比如说来个传染病流行，或是汶川大地震，就是我们的媒体怎么理解公共卫生，是吧？媒体理解公共卫生，包括中央电视台。那时候我让我到中央电视台的话呢，我是去了好多次给回答问题。可是我对公共中央电视台，它很多电视台里画面呢，出现的画面呢，我是不太满意的。为什么一听说加强公共卫生，就出来的人呢都是带着喷雾器消毒的，呼去到处去消毒，好像告诉全国人民呢，公共卫生就是消毒，是吧？另外一强化公共卫生，那个防滑冰的车出来了，呜就那么喷。他这么宣传的效果呢，那是当时的话，四川的话是当时的话，那是四川省提出来了，要求让中央派直升飞机去撒消毒药啊。为什么呀？大家就把公共卫生理解成是什么？理解成是消毒了，是吧？我觉得这个问题还真是这样的。公共卫生，你说要对这个媒体不理解，还情有可原。你说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的人，他知道什么叫公共卫生吗？他进入公共卫生学院了，可是你问问公共卫生，如果要再拿我来看，公共卫生学院教的不是公共卫生，他教的是预防医学，是吧？因为公共卫生的话呢，它不简简单单是个学科，是吧？要说预防医学可以说是学科，是个学科群，包括很多学科。公共卫生的话呢，它是一种公共事业。公共卫生呢，是以这个，是吧？捍卫和促进公共健康为宗旨的公共事业。我为什么说它是公共事业的话呢？因为它和其他事业是平行的。比如说和我们的文化事业，跟我们的，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个交通事业，跟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吧？都是公共事业。它的公字啊，它具有公共事业的一些特点，而且它的公字肯定是很强的。是吧？比如说公安系统也是个公共事业，它也是，他们之间是有些共性的。比如说这个公共卫生，它的公字呢，首先表现它是公有的，是吧？它比教育的公字还要大。你说教育的话呢，有很多私人办教育、办大学的，办得很棒的都有。可是公共卫生的话呢，你看都是由国家来办的，由公家来办，靠国家投资的。是吧？所以他呢强调的是什么？是个公益性的，是吧？另外，公共卫生的话呢，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词，我觉得可能跟佛教的话是要交叉的，就是它的是什么？公平。公平是公共卫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它的公平的话呢，体现在哪儿啊？就是机会均等。机会均等是它的表面含义，它实际它做的问题是什么？有的人很脆弱，比如说孩子一出生就容易得传染病，那么我们给儿童接种疫苗，这就是公平，因为他最脆弱呀。比如说老年人，是吧？有些老年人的问题，比如说艾滋病的话，防止他有高危人群的问题，是吧？他需要得到一些特殊的关心保护。我觉得我们公共卫生的话，同时体现在的话，对弱势群体进行关注，特别关注。是吧？把主要精力放在他们身上，来达到公平，这是我们的。当然，他公还有别的公，比如说公的话是公开，是吧？不能的话，就是出了公共卫生问题隐瞒，应该社会都知道。我觉得这点可能佛教是最公开的，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应该是都公开吧，欢迎大家都知道学习。这我们应该向佛教学习。最后一个神的话呢，又是和您这个学科有交叉的，佛教交叉的是公信，公信是吧？公共卫生宣传的东西呢，也让老百姓接受，他要参与。老百姓不参与，比如传染病流行了，老百姓不参与，是吧？比如说给老百姓进行密切接触者隔离，老百姓不响应，那么这传染病防控没有办法做。哇，所以这也是我们比较面临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特别是里头一个公平啊和公信两个字，我特别想从大师这得到一些智慧启发，是吧？